鼓励长辈走出户外，第三镇公所结合台湾好行走水救灾路线，邀请在地长辈多多利用敬老爱心卡坐车到基南宫佚佗，同时阁会安排导览解说行程。第一团有恩情社区将近20位长辈参加，大家表示非常欢喜，并表示虽然同款拢伫第三，不过再去出发下晡回去厝，即间的行程拄拄好。原镇社区乐联鼓队用轻松快乐的歌声为活动开鼓。竹山镇公所为着鼓励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结合社区长辈敬老爱心卡，推出跑水求财去竹山的活动，要带着阿公阿妈到指南宫佚佗一天。我们现在从街上带着长辈准备到指南宫去，了解一下指南宫的人文地理一个情况。有了社寮文教基金会来替我们解说，让长辈能够走得出去，让他们更加快乐、更加愉悦。这些据点的长辈不一定就在据点里面学习任何事情，偶尔带他们出去走一走，会让他们心情更加愉悦，也让我们这条路线更加的兴旺，让大家一起来跑水求财去竹山。虽然拢是从竹山镇来，不过会当坐车出门，就是特别快乐。透早出门，买阿妈就会当回家厝，一天的行程拄拄啊好。镇公所嘛希望会当借此给长辈加出外行行看看咧，心情较快乐啊！都安尼，大家都好啊，佚佗拢规阵啊，真好啊！坐来安尼佚佗，坐一连多顿啊，一天拄好满满，食点心果，会当食点心正顿。所以这条就好，我正常吃才正气真好。来哦，来上车啦！来哦，请坐，来上车，上车。竹山镇长陈东宝扶着四大搭搭上车，到指南宫了后，毛专人负责导览社寮以及指南宫的历史甲故事。因为我们这次的计划大概就是以10个人为单位了，那就是10个、20个或30位这样子。那可能就事先要先用计划来跟公所社会科这边报名，那等核准之后我们会通知。那这是每个礼拜的礼拜三，礼拜三的部分呢，我们就一趟这样子。那是未来的情形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会再增加哦，或怎么样去排定这样。镇公所表示，欢迎竹山各社区会当提出计划向公所申请跑水求财去竹山的活动行程，也欢迎大家会当互相相招，坐着台湾好行走水救灾线，要到田中里水也是高铁，若是要带朋友到指南宫拜拜救灾，拢非常方便。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